Hello，我们今天女主说要去整理我们的花园啊。我们今天要整理花园之前，因为它有很多的比较大的竹子需要砍伐。那我们要上工之前，我正常是会先磨刀。那磨刀本身来讲，需要的工具呢，第一个当然是你的刀具，第二个呢是要准备磨刀石，那还有一条湿的布。那湿的布呢，最主要是要垫在磨刀石的下面啊，这样子呢会比较容易呢固定它，不会让它滑动。那当然有人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，比如说在前面加注这个所谓挡的螺丝啊，或怎么样，但我是觉得都还是不太需要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磨刀。那磨这种砍刀呢，只要磨一面就好，另外这一面平的呢是不需要磨，因为砍刀只有一面，磨一面就可以了，这样会比较省力。那磨的时候呢，我是比较建议呢，你如果惯用右手的，把这个板子呢尽量靠右侧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在磨的时候比较不会去被桌子啊或什么挡住你握手的地方。那要磨之前呢，我正常会在这刀片上淋上水，好，淋好了以后呢，那我们就开始呢放着一个角度呢往前推，那只有一个方向啊。回来的时候呢，像我比较没那么熟练呢，我习惯就是刀子离开磨石啊，这样一直磨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拍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就要用这一把刀完成以后再去给各位欣赏咯。这个磨刀石本身来讲呢，它有粗的跟细的两面。那最终呢，你就是用细的部分呢，再磨它一次。那磨的话呢，它一样的方式。那磨完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发现它整个呢都已经亮晶晶了。那你如果要测试它本身是不是很锋利，你只要用手在垂直面，不要用滑的就跟它做一个纵向的一个方式。那你如果发觉它的感觉有点刺刺的那就代表它已经非常锋利了。那以上我是我们上工之前磨刀的一个动作，就到这边了。